谭丁，你也当你来啊？拍摄，我该差点吧。啊，没啦，一点我拢没，而且我足欢喜的。自从我蝴蝶立定的身躯，你都唔捌主动来找我。我最后一个问你啊，也请你老实回答我，你敢真正是严希？你是安怎搁问这個？敢讲你看到啥？还是有啥物人甲你讲啥？你才会搁开始怀疑我？这个别人无关系，是我家己想要问的。我真正无希望讲心肝内有疑问，也是遗憾。进入咖啡厅的时阵，我不甲你讲过啊。虽然讲你即摆的身体是李玲的，你无法用指纹来解锁。啊，不过这是你的手机啊，你家己密码你应该知影。总共你有法躲在我面头前，即摆解码，我就相信讲你真正是严希。我的手机啊，我是设定图形辨识，啊，不过可能我的手机啊弄到的关系，图形的辨识一直拢无法度辨识成功。所以，不是我唔知影我设啥物图形。知影我安尼讲，你一定愿意相信我。我嘛有讲过啊，你要是一直无法度接受我，我愿意离开去投胎。安尼，你就唔免遮尔啊为难啊。是安怎？我只是一心想要踮伫你的身躯边。会当照顾丁宝，你嘛要安尼怀疑我？连我相爱的人拢唔愿意相信我，我搁踮伫咧遮，搁有啥物意义？我知影你的意思啊，我一定会离开。就算讲我唔知影要安怎才会当离开丽玲的身体，我嘛无想要搁踮伫咧遮，得爱好好啊保重。照顾丁宝，阿哥有啊。自从蝴蝶立定的身躯以后，我唔知影啥物时阵会离开，所以我有甲照顾丁宝遐做个代志，伊啉啥物牛奶。还唱什么歌给伊听，伊才会安静落来。我拢有提早准备好，我有寄伫你的信箱，你爱记得去看。歹势，我真正不是故意的，我心情嘛这乱，你真无错。好啦，你都给我离开啦。日记，严希有写日记的习惯。是啊，李玲拢唔知影我有写日记的习惯。所以李玲，你也知影我跟严希的秘密，你就是看严希的日记，你唔才会知影。你是安怎到即马，也是唔愿意相信我？敢讲你真正认袂出来，我就是严希？我真正感觉足悲哀，是安怎咱两个感情这么脆弱？我只是我一张面尔，都啥物拢唔是啊！安尼咱两个人已经无啥物好讲的。一本日记是为了要纪念咱两个人的一切，我才会写的。啊，不过经过这阵仔发生的代志，我才发现咱两个人的感情已经停在薄在遐。我把一本日记提走已经无意义啊，那日记就留乎你啊。淡绝，
早知影可能有这天，所以我才一定找人模仿严希的笔记，把我附身了的心情写下来。你搁想要讲什么伤害咱感情的话？海姐，是我误会你啊。这日记里面每一篇，确实拢是严希写的，你拢同款。这又搁安怎？我已经讲过，对你来讲，我还一张面，就等于是啥物拢不是啊。真正是你给我淡薄时间，让我调整我家己的心情，我嘛袂搁怀疑你啦。好，我愿意给咱两个的感情搁一次机会。也是，是嘞，我真正不是故意变来来回回怀疑你，那是因为我真正无得到完整的证据，我真正无得说服我家己来接受你。你敢知啊？大概我想要接近你的时阵，不过我只要看到你的面，我就感觉我是在反背咱的感情，我心肝我真正出大出大这个感，你知无？你想要确定的证据，好，我会想办法找到我死的证据。那安尼你就会当相信我变成鬼，逼不得已附在你的身体，就是为着要倒来你的身躯边。爸，安怎？严希敢有在你的身躯边？哎，今麦看到伊思思念念的爸爸，是不是感觉足感动的？你到底想要对阮爸安怎？黄丽玲，你即马予我看阮当初的事情是要创啥？刚刚是你良心发现哦，发现不了阮当初向东来啊是？代志若是遮尼简单，我是安怎爱甲伊藏起来，甲家己母甲遮尼啊无用？我会予恁看阿爸的视讯，是想要甲王延熙讲条件。你爱啥物条件，我拢答应你。叫你莫伤害阮爸，严希公，你啥物话照你讲，啊唔敢要出后步哦，我嘛真侪时间陪你耍啊。无耐心陪你耍的人是我，王严希，我知影你根本就无死，可叫李宝娜把你的身体藏起来，看来你根本就无想要放弃天顶，你得想办法要让家己活过，甲天顶破镜重圆对无？既然你安尼讲话无算话。那呢，我嘛唔免遵守咱两个人约束。你到底想要创啥？黄丽玲，你莫白来哦！我唔是有甲恁讲过啊，王世昌的命运是安怎，都要看王延熙安怎做。既然爱动我的路，我只好予伊看好清楚，伊是安怎惹我受气，把伊家己的爸爸害死。你俩准讲干哪安尼了？王医师，你把这背后经看好清楚，看恁爸爸是安怎因为你，安尼心不如死。爸，爸呾，你紧去自首，叫伊莫阁伤害阮爸。你甲伊讲，伊要啥物条件，我拢答应伊。好，你莫激动，莫激动啊。你去小心！你这摆你行为，你妈是杀人诶，你是杀人罪哦！你唔免惊啦，也未死啦。啊，不过过半点钟以后，我都唔敢报警。半点钟是啥物意思？因为我甲妍希较早嘛算是真好的姊妹啊伴，所以我决定哦，搁伊一摆机。王妍希，你听好，我有恁两个选择，
你若是选头一个，就是伫个半点钟以内想办法结束你家己的性命。阿爸自然就会平安无代志。那么讲，你若是选伫第二个，就是继续坚持爱守候你甲天顶的爱。那呢，我就马上送阿爸去西天。这是我特别替阿爸准备的。听讲这个物件哦，若是处理去身躯内底，规身躯拢会足疼，都亲像规千支针在胃共款。受尽折磨，几点钟以后就会死去。你若是想要看，我会当全程转播。黄丽玲，滴答滴答，小大姐嘞！妍希，你先别激动，咱先别讲话。我一定会救我爸。啊，不过，宝娜，你敢袂当陪我去我身体遐？你想要创啥？刚刚你真正要去自杀哦？我爸为着我已经辛苦一世人，我会当为伊做的代志无济。啊，不过我至少会当保全你的命。咱无时间啦，紧起啊！紧！袂用的啦，咱真无简单，才把你身体抢倒回来呢。你哪会当安尼就讲要去死啊？若是你安尼就走啊，那呢，我这阵啊，互你安尼叫叫，我唔着白白牺牲啊？宝娜，多谢你这段时间跟我斗相共。我知影你唔甘愿，我比你更加唔甘愿。啊，不过阮爸的命比我更加重要。我是不是会当活落去，我更唔知影。啊，不过阮爸一定有机会会当活落去。而且我爸就是讲我已经死啊，伊袂阁因为我阁死，阁伤心一届。袂用的，我无可能目睭紧紧看你去死。妍希，你先别冲动，咱一定阁有其他的办法啦。你给我一点仔时间，我当想其他的办法。我现保证，让你甲恁爸拢活落去啊，好无？宝娜已经袂赴啦，咱已经无时间。你若是不忍心，我家己去。你二十分钟了，替我甲恁玲联络。宝娜，多谢你跟我斗相共，你对我的温情，我好心人才会当还你。